这难道就是校草之间的 battle？ 杨洋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我是军艺的校草，后来是打。猜猜荣耀夫妇在干什么？对，精髓在于那个脚要，就是那个脚要稍微歪一点，不是，我不提，不对，你要这样撇一点，就是那个鞋子稍微，对，稍微。正片开始了，左手空握手机，慢慢开始。错了，再来。什么是人类高质量情侣？你的眼睛像繁星亮晶晶，一眼就坠入陷阱，别担心，你以为你的乔晶晶。我想借春天的光拥抱你，借夏天的风贴近你。实际上动感广播，感觉心跳加速，感觉天翻地覆。我来保护你。Later， 你是对方派来的演员吗？赶紧下线吧，别玩了。爱恨真的就在一瞬间。你的眼睛像繁星亮晶晶，一眼就坠入陷阱，别担心，好幸运，也许是命中注定。对你目不转睛，唯独你让我偏心。哦，你的眼睛像风铃，叮叮叮，传入脑海的声音，多动听，多纯净。我只能受你的呼吸，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里，只想把你抱紧。你的眼睛像繁星亮晶晶，一眼就坠入陷阱，别担心，好幸运，也许是命中注定。对你目不留意，就是告诉我要什么留意。你总说月光不会落，星辰不会落，现在是十九岁，你对我的感受一句从未被喊。那个时候让我来问你该多好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让我不再爱你，突然展开双翼，让我属于另一个世界。原来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千万里风景，我只能受你的呼吸，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里，只想把你抱紧。